溪的板桥，有驾驶赛车是赛蛇型的，警察在的车顶抽出着松狮烟弹这种的毒品。这两个月前，土城分局清水派出所的所长，和一个女毒贩赛车拖行死亡，也是查到这种的毒品。讲这个松狮烟弹这种的毒品已经升级，将作全世界的大问题了。美国有不少的城市，甚至出现着松狮街。阿国检署的统计，台湾去年所查到的松狮烟弹都增加58倍。那些的轿车一直把原来挖起超过警察车。警方也出声要伊停车，不过驾驶刷加速，最后也是被人抓到。警方在车内查到17粒松狮烟弹。好人收到两个月前清水所的老师所长和吃毒的查某开车拖行500公尺身亡，这危险的代志背后，拢甲毒品有关系。美国费城肯辛顿大道，有的人徛拢徛袂在，有的人跪伫涂骹，阁有人常像丧尸共款，身躯海来海去，这些人拢是食了致命性的药物。Xylazine, also known as Trank or Trank Dope or Zombie Drug, is the new substance in town that has deadly effects. 美国真侪大城市，常像旧金山、奥克兰等等，都已经变作丧尸街，毒品已经是传到全世界。对台湾来讲，数据嘛有愈来愈侪趋势。根据高检署统计，敢那是大麻查到的量，就为110年的240.5公斤变作2300多公斤。卡西酮类的毒品查到16万包，短短几年就变作25万包，增加10%。松狮烟弹、伊托米酯，去年通报22件，到今年9月变作1281件，增加58倍。近年来，因为新型毒品大量崛起，尤其像是俗称丧尸烟那个三级毒品伊托米酯，它制作成本低廉，取得管道容易，那混合成烟油烟弹来吸食，而让许多毒虫沉沦。那一边吸食一边开车，也因此发生许多严重的车祸事故，造成毒驾数量不断攀升。毒品的问题，让有吃毒的人，甚至是无吃的人，拢伫咧高风险之中。后一步要安怎行，拢成做各国需要面对的大难题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